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，今天拍三百片，怎样？相信看我手上拿这一根，你就知道白同学今天要来做什么苦工了。没错，就是要来换我这一台 BMW 136、318的这个汽油滤芯。嚯、哦，我相信这个同学一定非常好奇要怎么换。啊，这个东西为什么我拖那么久都没有讲拢不爱拍，怎样？因为底盘下面在施工的话 ，DIY 危险性非常高啊！但是白同学刚好这一台车，我就想起来买回来买超四五单，我连换都唔敢换，嘿啊！我咧想着啊靠腰，所以很简单的东西你会忽略，然后就是会出现那个有的时候那个黑啥小车你堵塞了，是多拎车型的发动就拍发动，就刚才 Q 碰不怕，我现在搞。所以今天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先更换这个东西，不管有没有坏，也是要把它换掉哈。废话不多说，一起上过去喽，耶、yeah! ！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汽油滤芯，好、哦、用那个车身末漆码下去找那个订购的方式，我有拍成影片，你要看一下。然后护目镜，以防被那个汽油射到眼睛。最重要的就是车底施工的时候，那个千斤顶保护架至少要两支哈，上裤要挂两天才安全。然后重点，这个燃油管你要那个燃油管等级的，你别当用一般迄种货输工哦，哦，无一样样，或者 FUEL 哦，燃油等级的那个油管，然后。那个头灯嘛，啊，这是要蒸油管，然后这个是里面在抓那个管子比较方便。然后前后，因为一般我们汽油滤芯啊，我们拆开的时候，我们前后哦那个两节的油管要换掉哦，这个也是要换，大概有八个头啊。这个基本的工具，然后这个是里面要剖管用的，啊，因为我的美工刀没了，来，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吧。来，我们先来比对一下，哦，这个有条码，那袂输当抽奖嘞，惊到。然后这个就拿出来，它也就有它的方向哦。哦，你看它这边是进去嘛，然后这边凹的就是出来，出来了嘛，超级我栽啦。然后这个油管们可以先把它试干看看，正常干进去要稍微紧紧的，嘿，就这样子就对了。爱家我的前后哦，你就各两节，那个油管都硬化，我们顺便要把它换掉。还有这个哦，速环哦，一二三四细耶，然后再准备一个。油盆要来接那个落下来的汽油，这样就可以开工了。然后更换之前，这个油箱盖要先打开，哦，让它里面的压力释放一下，哦，安尼就好啊，开工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车子顶起来，白龙学习惯前后都各放一支千斤顶，哦，前后各放一支那个千斤顶的保护架，因为这样的话安全性比较高啊，因为。底盘 DIY 的部分哦，在 DIY 那个危险性非常高，我个人是不建议同学 DIY， 但是白同学也是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同学。你若无这个保护架，你就是前后各塞个那个铝圈哦，让它垫高，这样是最安全的。呵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开始施工了。转出来，转进去，嘎嘎嘎，嘎嘎嘎嘎，高度到了之后放进去。放进去之后，稍微放下来一点点，让它顶住。哦，顶住，两边的力道都平均之后，位置在这边，汽油滤芯。然后两根千斤顶都干上去之后，中间再加个铝圈做个保险，就可以进去跟小老婆啪啪拼下了。行，哦，这个视角超级难拍，就是实质的把它转下来。啊，这个很难转，你也可以用这个小型的扳杆哦。你白龙血这么用完全看不到物件，我就说这个要换掉啦，哎呀、啊，我这可能进前不用像刚刚换过来款，哎呀、啊，看这新的，但是也是换掉吧。啊，它这个哈、哦、很贵嘛，我给你做那个黑的啥八号跟那个五号的，一并把它换新。两边拉出来之后，那个油会喷出来，油盆要接上。这种肉片啊，真正讲真的，怕点在咧拍怕什么烧啊？现在只能一只手伸出来而已啦。你看五号的干进去啊，你妈的转错边的变更紧嘞、欸。好，出来。这个长度要比好，等一下要用的。好，好出去啦。另外一手伸进来啦，老公，两手一起来吧。我知啦，都救袂你吧，煞唔知，惊着。好，等一下要拉了哦。唔给我出事。
另外一边也让老公换姿势换好了。哦，手还不能挡到呢，嘿啊！这种 DIY 影片拍起来世界级的，真正白龙雪支持一下，全世界无人我咧拍片啊，加白龙雪这艰苦人尔，互人知艰苦人在底。我们住在台湾，手不要挡住啦，用这个转才能看得到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白龙雪现在倒掉头到戆，这什么头？但是为了同学的福利，我嘛是爱甲拆落啊。白龙雪尾啊，若有钱，或是人要赞助公积金，我绝对要用一个顶啊来做接气的。要不然这个没有顶高机拍这个哈，车卡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去克服。会记哈，干爹捐一下公积金，要捐一块地哈。但我想应该是无迄种人啊，还是靠自己赚比较快啦。哦，为着我爱过迄落，人我为着过三顿，要来赚便当钱。好啦，通通拉出去。哦，拉出去可以拔管了。然后两边四环都拆下这个十号的，把它转下来。哦，你看这暗，惊到！哦，白龙是倒掉，因为要闹枪去了。哦，哦，下来了，就是这个烧。哦，螺丝都拆好之后，这个竖环弄到后面，我用割的，因为这个很紧啊，你没有 jacky 顶起来很难拔，我就是割掉就好。啊，等一下油就会喷出来了。哦，哦，这气我就注意啊。哦妈的，真紧要甲挂破，挂无啥会破。哦，好了，开了。哦，恁娘那咧太虚啊咧！啊，待到喷泉要喷到我手机啊无？惊到。然后油破开之后，它这个你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湿的，一旦会喷出来哦，喷到我手机啊尾，我都爱个那个开钱啊。哦，汽油都出来了，你看，让它慢慢泄压。一本白龙血被射到，啊！啊，老公湿了，我是说那个汽油管湿了。今天会记得你莫食薰呢，食薰你就会很危险啦。所以白龙血是无抽烟呢。哦，出来了，你看我们刚刚有那个汽油盖有解开过，压力也变较小了，有一点点好。然后另外那边也是，割的，这挂较开咧，扭较好扭。正经要出来，你唔出来呢？吼，真安，出来了。哦，卖了，哦，卖了。唱完之后，这个竖环把它拿下来。我干嘛出水？接下来这边也是，哦，这个是割开，这个很难割。最主要白龙血就是这个角度都看不到。但是我刚刚这画面拍出来，这是有痕的。哇，这个美工刀不去买一支不行了，等一下割到手，啊，也是把它扯起来，因为那个管子要换的是没差了，就把它这样拉掉就好了。哇，做细嘞，讲真的啦，真正的订阅啦，无啊啦，唔是咧敬慕啦，哦，这边的油就很多啦，让它滴完。所以不能太湿啊，所以现在这冰箱真危险的，出去慢慢推出去。哦，丢不出去，缩到口嘞。哦 ，My love, my darling， 爱情嘞。然后这个两个顺便拉出来，拉不出来呢，奇怪呢，啊滴啊，滴完。哦，哦，做一枪嘞 ！Oh my love, my darling。然后要拔下来之前，这个长度我们把它做个记号好了。哦，你那前后油管哦，那个比对，叫完对我看有较对。哦，这个应该是拉下来，哎，对。今天完对，现在到家没去压倒。
好，啊，再来，你看够油啦！妈的嘞，掉下来放到旁边，这是啥小一条嘞？哦，哦，黏嘞，你看，哦，来拆下来看一下，我这一当阵啊，保养厂刚刚换过了，来，开开，你看这个油这样是算是。不会说很脏，也是算蛮干净的。但是我们是把它换掉。哦，这边给我搞垃圾。哦，你看哦，来啦，白同学想到啊，该倒你就知道油偌垃圾了。你看，夭壽嘞，哦。所以这个我那一台三角要顺便换啦，有够乌的啦。啊，因为它这一边的话，安尼我感觉这个油箱啊绝对脱的。听到，来，然后比对一下料号，哦，都对嘛吼、哦。然后，咱嘛是学伊写迄个日期起哩，伊这个是流的意思啊，流的方向啊。2018，今仔日几号？10月26。10月26，好。来，然后这个管子我们要开始先做好，伊这长度哦，就开始裁。好，然后一般来讲，我都要看一边较长哦，伊无够长，咱会当家量较济，吼，就一边比较长这样子。你嘛袂当量伤济，量伤济的话，伊会折掉的，吼。所以老公迄嘛袂当伤长手啦，吼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来讲的，这一定要用迄燃油等级才会使，无伊会扬的哦。啊，另外一个长度。另外一个长度就还好了，啊，你若讲较保险的，加加长一寡寡，无够咱再去裁着，伤侪再去切。好，这个旧的电刀先到旁边。哦，伊买啊，我是看伊接入去嘛，伊接买啊这边有几啊块，我都有看影片。我们就是这边先塞进去，一二三，干进去了，然后在这边。因为你一边先锁哦，你等下要入要倒先较好倒啦。然后这边也一样，哦是这样，干进去。好，啊伊这边有哦，我们这个锁啊两边都要换掉。它原本这个吼、哦、材质也是不错啦，啊但是我是也是把它换掉比较好啦，哎呀、啊，好，来锁好之后跟同学分享一下。因为这个很容易漏，你如果弄太紧的话，这个管子又很容易裂掉，所以白龙血是灌上去挂两顶。你看这边，哦，我就是一个锁在那个龟身，一个锁在那个龟头这部分啊。你这时候在边上锁上完，哦，它才不会变形，哦，这样就可以准备上工了。然后这一边的头先顺便放进去，这边也一样，哦，方便等一下干进去安装。开始，哎，然后这个进去的时候方向对好，哦。东西都套上去之后，前面先干进去，因为我现在看不到镜头。一二三，哦，到底了。然后哦，你看这线扎到多一摆呢，惊到。哦，这个也是这样，一二三，干进去了。哦，恁娘，够歹用的啦。哦。哦，老公到底了，之后零胚啊，这个零胚啊，它有个卡榫勾着，哦，然后锁上去，这北梯啊材质还不错，下面有个勾着，勾进去，之后来十号螺丝帽给我，等一下我就先把它卡进去，卡进去啦。怎么会？哦，我们助理睡醒了，来支援了。哦，要不然刚刚在那边拍拍的快要累死。所以请这助理外站的吼，听到来。然后这个吼、哦，我就把它勾上去好了。哎，这正常先勾上去对嘛？这个先锁上。啊，这嘛是小按的，你莫想按哦。嘿，以后你要硬化，可以当吹按的。好，好了。来，前面做一颗螺丝了，爱迪哈，干爹一定要来帮忙。好啦，
自己当干爹最好。哦，擦好之后，这个可以拿出来啦。然后这个提高，哦，保命的命根子拿出来，哦，后再砍干净，一直砍出来，气切，这个记得锁上。海西，要来试车了，镜头过来。然后第一次要发动，里面都没有油，会发动比较久。好，干进去。然后钥匙打开，一格、两格，等切割钉跑完，发动。哎，给做法的呢？哦，那它油现在没有过去，先把它关掉，因为那个汽油泵浦还会里面还有那个一些空气。哦，好啦，哦。他那油都打过去了，扛出一截。哦，给中美。顺利发动之后，我们到车底下看有没有漏油，没有漏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试车了。给啊！后面都没有漏油，前面也一样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试车了。我多少发了？刚刚最后发了呀。照讲油压较饱哦，真正有差。原底吼，迄车出来那边吸不吸？这个就是像那个我们车子洗美以前改那个调压阀哦，你啊汽油压力无搞，车还要吸不吸？然后如果说真的汽油压力太低的话，需要抬一点的就够顶车的时候呀。哦，真赞呢！哦，赞！节目最后我来转者，我是觉得说哦，这种东西啊，真的是。定期就要换，袂当像白龙雪安尼。白龙雪即届吼算向阳无拄到时阵，哦，袂去处理拄到时阵才知影疼哦。然后这个动作分享给同学，放下油真的是黑到不知道在黑什么烧。好，节目最后记得按啊，订阅白龙雪第二教室，也给开启铃铛。白同学要拍那个世界级的 DR 影片，支持我一下，拜拜，有嘞。